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瑜伽天天见，我是这期教练崔平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瑜伽体式，主要是开髋的瑜伽体式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先学习单腿头碰膝。好，来，首先呢，我们将我们的右腿向旁侧舒展打开，好，脚趾回勾，好，左腿呢保持脚跟呢靠近我们的会阴部，好，吸气，背部平展，来，随着呼气啊，随着呼气，让我们的身体先保持延展，好，来，随着再一次的吸气啊，让我们的背部保持平展，来，好，呼气，让我们的左手臂啊，左手臂向下，来。呼气向下，来，吸气向上，好，来，再来一次，呼气向下，吸气向上，好，最后一次啊，来，做到自己的极限，好，尽量呢将我们的右肩来碰触我们的右膝，好，左手呢去抓握我们的右脚，好，来，感受我们的髋部和侧腰的打开。好，为了保护我们的颈部呢，眼睛能看向天花板。来，进入体式以后，保持十到二十个呼吸，感受我们侧腰和髋部的打开。好，二十个呼吸以后，来，左手臂带动我们的脊柱向上，好，来，落下来。好，来，缓慢地收回我们的右膝，来，抖动放松一下，我们来做反侧的练习。这个体式呢，能够很好地打开我们的髋部，同时呢，灵活我们的侧腰，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灵活，更加柔韧。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请关注点赞。好，我们下期见。